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董，欢迎收看《红烧动漫》第二季的剧情讲解。那今天要说是第13集，也就是最后一集了。没想到这么快，我们的红烧第二季也迎来了完结，我每周的快乐源泉也终于结束了。但俗话说得好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虽然实在是非常不舍，但只要最后一集仍然让我感到满意和诚意，那我就满足了。对此，我当然也是非常相信我们的制作组的。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先告诉大家一些事情，那个就是我对红烧动漫的感想呢，我打算另外弄影片来说，所以这一集最多只会说我对第13集的感想。好，就这样，影片的内容会有剧透，还请斟酌观看。那我们马上开始上集回顾吧。那在上一集是又和布梦的烦恼，又在烦恼要不要参加作曲大赛，而布梦则是有关粉丝的事情，因为有外国粉丝发电子邮件给他，表示想成为校园偶像。那国外不流行校园偶像的关系，所以该怎么做他们不知道。布梦就打算利用留学去到伦敦帮助他们。最后在比方的帮助下，两人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完成自己的目标。然后不久后，属于红烧的第一场演唱会就开始了。接下来的剧情又会如何发展呢？就让我们马上开始说第13集的内容吧。在一开始，同爱会的成员们在休息室等待着演唱会开始，在期间他们也在看着大家送给他们的东西，这些东西也包括了食物之类的，也有画着他们在四个漫画形象中的东西，可以说是诚意满满。在看完粉丝送的东西后，演唱会也快要开始了，然后他们就一同前往了后台，又则是在检查设备。那这一场演唱会当然也是很多熟悉的人在看的，比如他们的妈妈，或者是其他学校的校园偶像。那在这么大的场地表演，就算是经历过更大的演唱会的他们，也还是会感到紧张。特别是米娅，毕竟她对上台表演还是有些恐惧的。而我们的李奈，李奈版还出现了故障，但李奈丝毫不慌，表示自己会在演唱会开始之前修理看看。接下来他们表示，让我们满怀感谢扶持我们前进的大家的心，将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全部展现出来吧，去编织出我们的彩虹吧。好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由于这一集我能告诉你们大概有 70% 都是演唱会，诚意是很满啊，但文案是挺难写的。而动漫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就是很长的演唱会，我也无法用文案来呈现，所以我决定要来和版权对抗一下，毕竟无法用文案呈现，那我就用原片。所以接下来我会每一场演唱会都砍一点，直到有人写文案的地方，所以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先に行こうか、うん、見てて。最高だ。今この瞬間を大切に。那在看了这么久的演唱会，当然会有中场休息的，他们就播放了一些影片给观众看，比如他们做校园偶像的感想之类的，然后他们就去休息了。而他们的演唱会也有很多人在直播上看，可以说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一定的粉丝，
他们也换了服装，很明显是要一起上台唱右写给他们由他们填词的歌。而其中最惊喜的事情是粉丝送的礼物，但如果只是普通的礼物，很明显是不够惊喜的。但如果我说这个礼物是给右的呢？没错，不只是同号位的成员们有收到，就连右也有收到粉丝送的礼物。上面的卡片写着他们很喜欢右写的歌，右的歌曲带给他们勇气之类的满满的感谢话语。右也非常感动，毕竟自己并不是校园偶像，却也能收到粉丝的礼物。大家马上说我们十三人在一起才是同奥会，你也和我们一样是校园偶像，毕竟你可是能让许多人都感到 Dokimiki 的存在。然后下一轮的演唱会就马上要开始了，其他人急急忙忙的去准备，而又则是在想着我和同奥会的大家不同，不会在舞台上绽放光芒，身为同奥会的一员，只是觉得能协助他们让更多人喜欢校园偶像就太好了。但现在因为收到了这礼物，理所当然的是会感到开心的，并跑到去了现场大声喊出最喜欢你们了。而右的这一声大喊让全场目光都放在他身上，副会长也马上开了他们的麦克风，让他们能对大家说他们想说的东西。又向大家感谢前来观看支持的演唱会，也表示自己在加入的同好会后每天都过得很快乐，让他怀疑自己真的能这么幸福吗？但他相信这是大家都一样的，因为应该已经有很多人在前进了。但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适合太迟了也没问题，毕竟生活不是总是顺利的，但这个时候就来找我们吧，我们会帮你恢复活力的。見上げた空の向こう
在演唱会结束后，我们的看着成功当上了学生会长，还找了米娅来帮忙。而我们的看着对于任何同号位的申请基本上都是同意的，因为他觉得有事情想做就应该尽力去做。而我们的同号位的成员们也和往常一样，水菜和妮娜在讨论动漫。这个画面突然很羡慕比方。果宁想尝试演戏，所以找了娜。爱和男主在逗猫，小霞在和艾玛抱怨一些问题，而我们的布梦去到了伦敦，找到了他的粉丝，并打算帮他们完成梦想。而我们的又在家，他穿好了衣服，走到了阳台上，看着布梦和粉丝的合照，想着这份激动将会继续展开。接下来就轮到你了。红笑动漫第二季就到这里完结了。如果你问我对这个完结有什么感想的话呢，我一定会告诉你我非常满意，不如说是我最满意的动漫完结。虽然我之前是一直说我不会不舍，只要动漫让我感到满意就可以了，但结果我还是感到不舍啊。不过就算是不舍，感想也还是要说的。那这一集算了演唱会的部分呢，就占了几乎 70%， 但文案和感情方面呢，我只能说是表达到非常好。在带动情绪这一块，这一集可以说是拿捏到太好了，我几乎是整集都被制作组拿捏到死死的，所以我只能说制作组是真的太会选了，他们非常明白哪一个角色是可以轻易带动我们的情绪的。没错，那个就是又。毕竟我们看着又从没有梦想到有了目标，再到找到了梦想，再到用行动去完成梦想，这些是我们可以在动漫中看到的。而且这个角色的成长和努力都被我们看着，和他还不是校园偶像，只是喜欢和用行动去支持校园偶像的人，就和屏幕前的我们一样。所以最能带动我们的情绪和最能让我们带入进去的角色绝对是又。不然我也不会每次看到又上台都要哭一次。然后是演唱会的画面，关于这个我会在之后的影片中才会详细说明，所以现在就大概说一下。这一集的演唱会呢，我只能说是诚意满满，而且演出和三选二也是直接拉满，因为我已经真的快看不出哪边是 3D 哪边是 2D 了。而且还有很多他们之前演唱会的小细节，只能说制作组的处理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啊。剧情节奏方面就不需要我多说了，毕竟没有完美的节奏，哪来的完美的完结。好，我的感想就差不多就这样了。说实话，在看到最后一集之前，如果你问我最喜欢的动漫和我认为的神作时，我可能会说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英雄学院。神作的话没有，因为虽然第十二集那些也是非常优秀啦，但在没有看到完结的时候呢，我还是不敢下定决心。不过现在我敢了，如果你现在问我最喜欢的动漫和我认为的神作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红笑，因为这个实在是给我太多欢乐和惊喜了，无论是第一季还是最满意的第二季。然后你们可能会问我，为什么我是在最后才哭，而不是在最后的演唱会就开始哭呢？这个的话，我想大概是这最后一集，其实制作组并没有想制造出让我们哭爆的片段什么的，制作组是想制造出红霄的感觉。那红霄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有梦想就要拼尽全力完成，无论你是不适合还是什么的，我们都会支持你。他们是想呈现出红霄感觉的励志感，以他们带给我们的欢乐向我们传达，当追寻梦想失败或失去活力时，也别忘了还有我们，毕竟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支持走过来的。这就是这最后一集带给我的感觉，比起催泪更是励志和鼓励。虽然他们说这句的时候我快忍不住，结果看到又在台上就彻底忍不住，但为什么最后还是会哭呢？这个其实很简单，当一个作品优秀到让你喜爱到不想它完结的时候，就算不弄催泪的，也还是能利用我们不舍的心情来让我们哭的。而且最后还是有关励志的，只能说是不仅让我们哭了，还成功利用歌曲、利用画面、利用台词，传达到了制作组想表达的东西，这些就是最好的催泪了。而第二个原因就是 ED， 毕竟刚才也说了不舍，但刚才都这么励志了，也很难用不舍来让我们哭啊，所以制作组就利用了 ED 强化我们不舍的感觉。毕竟 LL 最出名的无缝接 ED 在红霄中可是没出现过的，而第一次他们就放在了最后一集，
只能说效果太棒了。 ED 一出现，满满的不舍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。只能说在我离开之前能完成红霄第二季，已经可以说是满足了我最大的心愿，也让我不后悔为了红霄而开始认真做 YT。 真的很感谢制作组带给我这么好的动漫。所以按照 LL 的传统，接下来应该会有剧场版的，不如说我也希望一定要有，所以到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是会聊的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需要做些什么，只要你喜欢我就满足了。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 Dislike 随时欢迎你，就让我们在他们给予的活力下，用着他们给予我们的激动的心情编织出我们的彩虹吧。